我和弟媳同时怀孕，弟媳生了一个儿子，全家开心。我生下一个脑瘫宝宝，陷入绝境。19年后，脑瘫女儿考上清华，弟媳发疯将我烧死。我才是她的亲妈，这份荣誉是我的。此后我才知道真相，原来脑瘫是弟媳生的。当年生产，弟媳偷偷换了孩子。再睁眼，我和弟媳都重生了。弟媳得意地说，孩子她不换了，这次她要做清华学子的母亲。后来我的儿子成为游泳奥运冠军，她的女儿抑郁跳楼。赵静宇，你流血了，你别装死。我捂着肚子痛苦地躺在地上，身下流出一阵热流。弟媳王芳走过来拽我，别装了。婆婆大声道，真没用，别把我的好孙儿弄没了。疼痛让我清醒，原来我重生了。我回到了生产的那一天，我和弟媳几乎同时怀孕，公婆一共两个儿子，我老公是老大，一直被父母嫌弃，公婆最宠二儿子。也因为如此，怀孕后婆婆对弟媳关怀备至，对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漠不关心。潜意识这天，弟媳妇把水洒在瓷砖上，导致我踩到水滑倒，我腹痛流血被送进医院。经历了生育的痛苦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胎儿在宫内窒息，造成了颅内出血，大夫说这是一个脑瘫宝宝。而隔壁病房的弟媳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，公婆对这个残疾的孙女十分嫌弃，只来探望过一次就再也没来过。老公也不满意，对女儿不闻不问，经常在外出差。我从生完便拖着虚弱的身体照顾孩子，在弟媳的对照下，我成了家族里最悲惨的人。婆婆更是没少数落我，研究生有啥用，连个健康的孩子都生不出来。在女儿一岁后，老公劝我再生一个儿子凑个好字，被我拒绝了。女儿虽然是脑瘫，但是智力并没受到影响，虽然肢体残疾无法正常行走，但我始终坚信，只要我用心培养，即便是脑瘫也有光明的未来。我放弃了光鲜亮丽的工作，陪着女儿成长。为了让女儿站起来走路，我每天陪她做几百次的康复动作，抬腿、踢腿、放腿。就这样，在我的培养下，女儿19岁那年考上了清华大学，所有的媒体都争相采访，我和女儿成了名人，感动了无数国人。在女儿开学的前一天，弟媳放火把我烧死，我临死前才知道，原来脑瘫女儿是弟媳的孩子，我生的是儿子，健康的儿子。当年在我被送进医院后，弟媳也破了羊水，她生产时宝宝在宫内窒息，生下了脑瘫宝宝。弟媳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和婆婆一起算计着调换了我的孩子。弟媳的脑瘫女儿被我培养上了清华，而我的儿子却从小被弟媳打骂，上完初一就退了学，成了不学无术的混混，打群架被捅死，死的时候只有16岁。弟媳拿着百万赔偿金，得意洋洋，这孩子没白死，有这钱，他两个弟弟娶媳妇的彩礼钱够了。可怜我的亲生儿子，短短的16年的生命里受尽折磨。重活一世，我这次一定要保护好儿子，不给他们调换孩子的机会。腹痛的症状越来越明显，我摸出手机，给我闺蜜发了一条微信，让她去医院等我。我父母早早就离了婚，现在两个人都组建了新的家庭，没有人管我，都当我是累赘。我没有任何依仗，能靠的只有自己，或者就是因为如此，弟媳和婆婆才敢肆无忌惮地算计我。看到闺蜜回复消息，我松了一口气，随后打电话叫了救护车。婆婆在一旁不满，生孩子哪有那么矫情，救护车不要钱，你赶紧下楼坐公交去医院。弟媳附和，就是嫂子，你虽然条件好，也得省着点，养孩子费钱。我冷冷道，不用你们帮忙，都滚。婆婆大喊道，没天理。儿媳妇骂婆婆，我不活了，说着就要去撞墙。这些年我在婆婆手里吃了不少亏，对这些绿茶手段已经免疫。你大儿子没在家，别演了，累不累？不规律的宫缩一阵阵袭来，我不敢挪动地方，等着救护车上门。弟媳和婆婆闲聊，妈，我刚才又漏尿了，还不少呢。婆婆安慰了几句，我知道弟媳不是漏尿，她是羊水破了。羊水破了就要马上躺好，不能移动，抓紧前往医院，不然孩子和大人都有危险。我想起刚才她走来走去，上蹿下跳的样子，嘴角浮出一丝微笑。这次的脑瘫就让她自己养着吧。40分钟之后，救护车敲响了门，我的待产包放在了卧室的衣柜，早早就收拾好了待产用的物品。上了担架后，婆婆张罗着去医院。建业在外地出差，你生孩子我当婆婆的不去，会被别人笑话的。我的老公孙建业已经出差半个月，这会儿也赶不回来，当然我也没指望他。此刻我疼得难受，实在没精力再辩驳，想着闺蜜也去了医院，我稍微安了心。到了医院，我开了两指后被送进待产室，麻醉师走进来难为的说道，无痛打不了，你婆婆不签字说浪费钱。我疼得仿佛浑身都被碾压一般，我挣扎起身，我自己签。我能听到门外婆婆和闺蜜的争吵声，打什么无痛，我打听过了，这个无痛2000块钱呢，还不报销。闺蜜气愤道，这钱我出，你这个死老太婆，你会有报应的，不许打，万一我孙儿出毛病咋办。我给我儿子打电话了，他也不同意打，说以后腰疼我家事你少掺和。我听着门外的一切，老公孙建业也不同意吗？宫缩的疼痛让人无法忍受，打上无痛就能缓解大半，他不在乎我的死活。就像上一世他与小妈宝除了工作对孩子撒手不管，我因为女儿脑瘫总觉得应该给他完整的家庭，如果父母离婚孩子会很可怜。现在我想开了，死妈宝滚远点，老娘带着孩子要远离这家烂人。宫缩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到了后面无痛渐渐失去了作用。护士内检后面目表情道，又止了。我紧紧攥着床单，这个护士是弟媳的表妹，我在她的朋友圈见过合照，难怪他们能顺利的将两个孩子调换。我尽量让自己放松减轻痛楚，这些账等生完孩子我会一笔笔算。我被送上产床后生产还算顺利，当孩子滑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浑身瞬间轻松，大概是因为生产太过耗费精力，生完后我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身边是嘈杂的说话声。我费力的睁开眼睛，老公孙建业已经赶了回来，他满脸悲伤，老婆，咱们的孩子是个女儿，只是生产的过程中窒息了，是个脑瘫。他抹抹泪，握住了我的手，没事，我们还年轻，还能再生，等你身体恢复我们生两个，不生三个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生你妈，干脆生10个8个，等你死了给你哭丧。孙建业满脸震惊，老婆，你之前最温柔了，怎么说这种话。我知道一定是你太累了，身体依然虚弱。我一字一顿问，你再说一遍，我生的是什么。婆婆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很快被掩盖了，她大声道，再说10遍也不怕，你生了赔钱货还是傻子，真不中用。我儿子娶了你，倒了血霉。
孙建业又道，老婆，我不会嫌弃你的，你放心。他嫌弃我？是我嫌弃他？他演得很好，要不是中活一次，我差点被他骗了。他明明是知情人，知道弟媳和婆婆联手换了孩子，婆婆和他哭诉说我们两个学历高赚得多，养个脑瘫压力不大。可是老公弟弟弟媳只是初中毕业，经济条件差，要是有个脑瘫孩子，这辈子就完了。老公愚孝，受不住婆婆的苦求，最后同意了。这些是我在死后盘旋在家里听到的，心中愤恨难解。我长吸一口气，问道：“弟媳妇呢？她怎么样？”婆婆难掩喜气，小芳的命就是比你好，她也生了，和你差不多的时间生的，生了一个带把的儿子，哭声那个响哟，健健康康的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婆婆向来不在乎我，更不会在乎往我心上戳刀。我生下傻子，她更是不会放弃这个羞辱我的机会。孙建业没有阻止婆婆那些难听的话，只是淡淡道：“我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谁让你不争气，生个傻子呢？”闺蜜打完热水进了病房，她大骂：“你们一家有良心吗？静宇刚生完孩子，宝宝不健康也不是她的错。”闺蜜指着孙建业：“你播的种是你精子质量不行吧？垃圾男！”我拽了拽闺蜜的衣袖，摇摇头：“别废话了，你帮我报警吧。”报警？婆婆和孙建业都变了脸色。我冷笑道：“是啊，我怀疑那个脑瘫孩子不是我的，我生的时候一切正常，我怀疑是被人恶意调换了。”你乱说什么？这就是你生的，女人得认命。婆婆说。孙建业跺跺脚：“老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亲眼见到孩子了，长得很像我。”老公，你怎么出汗了？如果我生的是健康的孩子，你不开心吗？我老公结结巴巴说不出话。看这个情景，谁都知道有猫腻。闺蜜没说话，拿着手机去了走廊。婆婆还在劝我说下午就出院回家休养，她伺候我月子。那弟媳呢？谁伺候她？婆婆大度说：“那我管不了，我伺候你，你别报警折腾了行吗？”我摇摇头。前一世月子里我发烧了，打电话求婆婆帮我照看一天孩子，婆婆在电话里骂我说我吃不了苦，连孩子都照顾不了，还说反正是傻子，不如掐死算了。我高烧40度，抱着孩子去急诊看病，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。婆婆，做坏事是会有报应的。这时病房的门被踹开，弟媳抱着孩子进来，她把孩子塞到我怀里，大声喊：“不换了，我不换了。”婆婆拉住她：“你疯了吗？那是个傻子。”弟媳妇疯狂摇头，她指着襁褓说道：“这个儿子是你生的， NICU 里的脑瘫闺女才是我的，我闺女以后是要上清华的，你这个儿子是走死的命，不换了，我不要了。”弟媳仿佛中邪一般，她拉着婆婆重复说：“妈，你相信我，那个傻子能考清华，我要跟着享福，他那个早死的儿子比不上我闺女。”听到弟媳妇这么说，我就知道原来她也重生了。难怪她这次不再嫌弃女儿是脑瘫，连健康的孩子都不要了。她看到女儿考上清华被吹捧的风光，想跟着女儿一起享受这份荣光，可她哪里知道清华可是全国最好的大学，哪是那么好上的。若是没有我这些年的托举，一个脑瘫孩子怎么可能创造奇迹。婆婆懵了，看着弟媳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婆婆怀疑她中邪了，可事情被捅破，她也没办法挽回。孙建业勉强说了几句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换我的儿子。看他软绵绵的语气，我翻了个白眼，一丘之貉。婆婆问：“别报警了，孩子都换回来了，你弟媳就是鬼迷心窍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大量点。”我没有松口，调换孩子的事实存在，我坚持报警。上一世脑瘫女儿在 NICU 住了半个月，我每天以泪洗面，月子里留下不少毛病，反倒是弟媳妇生完两天后就抱着健康的孩子高兴的出院了。两个孩子从小一直被对比，我受到不少的讥讽和苦楚，这次我的路会顺畅平坦。两天后我抱着儿子出了院，闺蜜帮忙联系了一个月子中心，位置在远郊区，十分安静。看着儿子安静的睡颜，我内心平静满足。我关闭了手机，整个月子都过得很舒心。儿子有24小时的月嫂贴心看护，我只需要恢复被生育摧残的身体就行。出了月子，我联系到了孙建业，和他谈离婚的事情。在我和孙建业的31厅里，住满了人，孩子的哭闹声，大人的呵斥声，弟媳一家三口出院就搬了进来，婆婆带孩子也住在这。我把儿子托付给闺蜜照顾，只身回了家。听说我要离婚，孙建业诧异极了：“离婚？老婆，这都是误会。你失联了一个月，我不和你计较，你怎么忍心让儿子刚出生就没有爸爸？我儿子不缺这个爸爸，你当那个脑瘫孩子的爸爸吧，我看你挺乐意当的。”弟媳的脸瞬间黑了，冷冷道：“玩笑不能乱开，那是我们夫妻的孩子。”哟，你还知道啊？我看我老公乐意帮忙调换孩子，还以为是他亲生的呢。我这样乱七八糟的指责，显然惹怒了孙建业一家。婆婆冲过来，恶狠狠道：“你想离婚？门都没有，我不同意。真要离，你就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，房子是我全款买的。”其实孙建业工资并不低，但是谁让他愚孝妈宝，婚前所有的工资都被他妈哭一哭就骗走了，导致结婚前连彩礼都拿不出来。我们两个自由恋爱，我看中了他踏实上进，不在乎他没有婚房。和我结婚的时候，孙建业兜里一毛钱都没有，他哪来的大脸要房子？我懒得和渣男一家纠缠，你们一家现在应该想的是蓄意调换孩子会被判几年，这个案子已经正式立案，你们都被带去谈话了吧。赵静宇，你好狠的心，如果留下案底，以后你儿子没办法考公，他会恨你的。弟媳试图让我退缩。考公？弟媳确实是会拿捏的，不过我不在乎，畏畏缩缩，为了孩子前途放过渣男一家，我会呕死的。我儿子的人生以后会有很多种选择，哪怕爸爸做错事影响他，这也不是我的错，这个黑锅休想甩到我头上。孙建业，你调换儿子的时候就没想过他会不会恨你？傻叉，守着你的绿茶老妈过一辈子吧。婆婆脸色苍白，眼底黑眼圈很明显，她哆哆嗦嗦道：“你把我孙子藏哪了？”“那是我孙子。”我收拾好东西，指了指花盆后面：“孙子，你也配当奶奶？”婆婆转转眼睛，得意洋洋道：“你说我们故意调换孩子，证据呢？明明就是记错了，报错了。”弟媳也说道：“妈说的对，都是误会。你想告我们？没证据，没人相信你。”婆婆劝说道：“静宇呀，你都生了孩子了，和我儿子离婚也没人要你，别折腾了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”看着这家人的嘴脸，我指了指盆栽后面，忘了和你们说，我生完孩子住院那天，家里就安上了隐形摄像头，所以我坐月子的一个月，你们一家人是怎么住我的全款房，并且在我的房子里骂我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孙建业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点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什么摄像头？
是啊，还要感谢你们，如何计划调换孩子的监控视频的一清二楚，视频我已经发给警察了，这可是最有力的证据，你们逃不掉的。这一点还要感谢闺蜜，当我意识到重生以后，给闺蜜发信息时，让她抓紧买监控设备，在我产后出院，渣男一家无暇顾及时，闺蜜偷偷回到我家安装了监控。也是因为有了监控，渣男一家的恶毒心思彻底暴露，也成为了证据。孙建业彻底崩溃，开始求情，老婆，咱们结婚这三年我一直对你很好，求求你放过我们一家，我保证以后和你和儿子好好过。晚了，孙建业，当你默认你妈和你弟媳换孩子的那一刻，我们俩就完了。养育脑瘫孩子的艰辛，孙建业不可能不知道。他被所谓的亲情绑架，连亲生健康儿子都能舍弃，这样的人配做我孩子的父亲吗？公公婆婆一直偏心眼，心疼小儿子。孙建业被洗脑被压迫惯了，没觉得有问题，反而持续被原生家庭吸血。这样的火坑，谁爱跳谁跳。房子我已经联系了中介，最近就会卖掉，你抓紧把东西收拾好带走，不然我就全扔掉了。至于存款，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存款，你的工资有一半都被你妈骗走了，车是贷款买的，你开走吧，我不要。儿子跟我姓，以后不要联系了，我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，离婚冷静期是30天，别想拖着，我肯定要离婚的。婆婆绷不住了，躺在地上开始打滚，我不活了。儿媳妇要逼死我这个老婆子。门口的防盗门半开着，邻居探出头看热闹。颠倒黑白和卖惨，这一手婆婆玩得很溜，但抱歉，我不吃这套。弟媳妇狠狠盯着我，赵静宇，你别得意，我女儿以后能上清华，我们会过上好日子，享福的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挥挥手笑道，是吗？那恭喜喽，祝你那个脑瘫的女儿早日考上清华。20天后，我顺利卖了房子，对方是全款，我很快拿到了卖房的钱，只是离婚的事情不太顺利。孙建业拒绝离婚，理由是夫妻感情并未破裂，儿子还小，需要父亲。当我刚出月子，脑袋裹着发带，抱着儿子去民政局申请离婚时，工作人员都报以了同情的眼神。毕竟是多大的失望，才会让刚出月子的妈妈坚决离婚呢？罕见的，他们没有劝说我，而是痛快地帮我走完流程。其实我不需要同情，我的内心很坚定，离开孙建业，拜托奇葩的一家人，独自美丽。调换孩子的案件也有了进展，婆婆本来想一个人顶了罪，但是有监控的证据，弟媳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婆婆被判了2年，立即执行。弟媳因为又怀孕了，酌情判2缓2。法庭上，弟媳自信满满，妈你放心进去吧，咱们清华以后是要上清华的，你老了跟着孙女享福。我震惊，媳妇真的疯魔了，她不仅坚信这一世脑瘫女儿依旧能稳稳考上清华，还给孩子取了这样一个名字，清华呀，只相信这么强的名字，想必这个孩子少不了被人嘲笑。婆婆也一脸满足，等清华出息了，咱们一家就发达了。庭上的法官和书记员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，毕竟调换孩子和取名清华，正常人都理解不了。出了法院，孙建业追了出来，他满脸后悔，老婆，虽然你把我妈送进牢里，但我可以不计较，别离婚行吗？你拖不了多久，痛快点离了吧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孙建业，走到这一步是你自己活该，你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妈就是被你害的，养了老他孩子怎么了？咱们赚钱多，条件好，以后还能再生，你为什么不乐意？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养孩子？那不是别人，是我弟的孩子，是我侄女。瞧瞧，孙建业被父母洗脑多年，习惯了承担起弟弟一家的重担，连替别人养孩子都如此轻描淡写，我反而成恶人。没有断奶的妈宝于孝男根本不应该组建家庭走入婚姻。孙建业又道，儿子虽然健康，但是早早就死了，弟弟一家的清华别开始脑瘫，以后能考上清华大学，以后沾不上光，你别后悔。孙建业竟然也相信了这个说辞，那么我要看看这次没有我殚精竭虑的悉心辅导，弟媳那个脑瘫女儿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考上清华呢？半年后，我和孙建业领了离婚证，我切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。过了几年，我在视频网站上刷到了弟媳，她做起了直播，昵称是清华之母，带有争议的名字很快给她带来了热度。喝了几斤啊，敢叫这个名字，脑瘫的孩子以后上清华，这是什么冷笑话？真搞笑，谁家当妈的给孩子取名叫清华呀，还是个傻子。各种质疑的言论纷至沓来，甚至开始攻击起孩子的长相。弟媳不觉得困扰，反而沾沾自喜，有了热度和流量，她就能带货赚钱了。她在直播间信誓旦旦，我的女儿别看是脑瘫，但脑袋聪明着呢，能背几百首古诗。弟媳拍摄的视频里的孩子没办法正常走路，双腿明显缺乏力量，拖着腿一瘸一拐的走路。前一世在我坚持康复的情况下，孩子走路和常人相差不大，而弟媳沉溺于清华学子的美梦中，以为这是命中注定，根本不管脑瘫女儿的腿脚残疾。有好心人在评论区建议她带着孩子做腿部康复，她不屑一顾，以后长大就好了，我记得她腿脚没毛病。弟媳说的显然是前世的情况，她觉得一切都不会改变，所有的恶评都被她狠狠骂了回去。你们等着，我闺女19岁就能考上清华。小孩被她拉到镜头前背古诗，背不出来就会被狠狠抽打。死孩子，你可是上清华的天才，刚背的诗怎么忘了？你不背诗，哥的姐姐们不会买东西。小孩眼中带着麻木和痛苦，死死地盯着弟媳。有些人看孩子挨打不忍心，就在橱窗买了东西。见状，弟媳眉开眼笑，则骂得更狠了。不过没多久，她的直播间就因为不良导向引导被封了号。尝到了直播甜头的弟媳怎么可能会担心？她换了一个平台继续直播，只是这次学聪明了，只是让孩子背诗，然后说一些正能量的言论，什么脑瘫女儿也会有春天，我不会放弃这个孩子。渐渐的，她拥有了一批死忠粉。但凡有人提出质疑，这些死忠粉娘家人就会出来反击。她这个母亲身份加持，仿佛一切行为都可以原谅。她有什么错？她就是一个可怜的母亲，为母则刚。她打骂这个脑瘫孩子，也是一片慈母心肠。后来，弟媳在直播间提起了往事，在镜头前面卖惨，颠倒是非，说我当时出轨坚持离婚，孙建业为了子净身出户。很快，我的信息被人肉出来，铺天盖地的指责冲我而来，就连幼儿园的儿子都受到了影响。我找出了当年的监控视频和法院的判决书，也打开了直播，申请了和弟媳连线。她当然不敢连线，我不断在评论区留言，并且自己开了直播，讲述了当年的真相。我的思路清晰有逻辑，有理有据，舆论很快反转。被欺骗的网友战斗力十足，骂的弟媳心虚，关掉了评论区。我的儿子也被拿出来对比，
六岁的儿子展现了惊人的运动天赋，被省体校的游泳教练看中，说他是天生泳池的王者，极具天赋。儿子活泼开朗，不再像上一世阴郁自卑，他的生活富足充实。而弟媳的清华女儿无法正常行走，只能坐轮椅，现在连背诗都磕磕巴巴。我不喜欢儿子背对照，每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，有自己的优点。儿子进步得很快，十岁时他斩获了省运会的五十米自由泳冠军。十二岁时，儿子拿到了省运会的一金一银，因此顺利进入了省队训练。在游泳的这条路上，儿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我不断鼓励他，给他提供最有力的支持。虽然儿子生活在单亲家庭，但是我给了他完完整整的爱。儿子自信洋溢，缺少父爱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。儿子曾经过问父亲的事情，小时候我只告诉他父母离了婚，等他进入省队时，我告诉了他当年调换孩子的就是。儿子很早熟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懂事明事理。得知这些，他紧紧抱住我，谢谢妈妈，有你是我的幸运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长大以后孝顺你。儿子何尝不是我的福气呢？他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人格，是我的骄傲。十四岁时，儿子通过筛选进入到了国家队，成为了国家游泳队的一员。进入国家队，师从了游泳名师，儿子的天赋愈发被挖掘，逐渐崭露头角。伴随着伤病和失败，这条竞技之路也充满了荆棘和坎坷。我鼓励儿子，为了目标努力拼搏奋斗，是幸福又痛苦的事情。梅花香自苦寒，拼搏会有收获。前一世养育脑瘫女儿，我付出的努力要更多，其中的艰难困苦很难描述，但最终我也成功了。没有无可救药的孩子，哪怕是身体残疾的脑瘫都能考上名校。我相信儿子，他的天赋和努力一定会收获回报。果然，在儿子16岁时代表国家参加了奥运会，谁也没有想到游泳天才少年横空出世。儿子在奥运会中斩获了两枚金牌，成为了那个夏天最闪耀的星星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游泳名将。而上一世的这一年，儿子在一群小混混的混战中被刺死。同样的16岁，同样的少年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我的儿子收获了令世人瞩目的荣耀。奥运会的领奖台上，儿子喜极而泣，感谢妈妈，如果没有他这些年的辛苦养育，我不会成为奥运冠军，我爱你妈妈。奥运的电视直播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，我坐在电视机前落泪，我再一次做到了，我的儿子成为了最优秀的自己。就这样，前夫一家一个人翻了出来。弟媳还在坚持直播，有人提起了奥运冠军儿子，弟媳满脸嫉妒，明明都该死了，算他命好。随后他满脸堆笑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运动员有什么好的，我女儿过几年能考上清华，脑瘫考清华多励志啊。直播间的人将信将疑，有人质疑时，弟媳大骂，不许你们咒他。等拿了录取通知书，我狠狠打脸这些黑子。闺蜜一直在留意这家人的情况，她告诉我，弟媳女儿的成绩很普通，并没有她在直播间吹嘘的那么高成绩。当时中考时没有考上高中，还是花了一大笔择校费，勉强读了高中，成绩一直是倒数的水平。清华毕竟是脑瘫，举止和正常孩子有区别，再加上弟媳在网上的造势，他们一家成了名人，学校里清华受到歧视，这个名字也时常被人嘲笑。清华想退学不念了，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，根本跟不上课程，很吃力。弟媳知道后狠狠打了他一顿，说还指望他考上清华这个名校光宗耀祖。没办法，清华只能一瘸一拐继续上学。弟媳一边做着女儿上名校的美梦，一边暗戳戳贬低我的儿子，说运动员最没出息了，体育生不赚钱，没有高材生地位高，不赚钱。我摇摇头，儿子作为体育明星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很高的，现在儿子的名下已经有了两套全款房，都是他自己赚的钱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三年转瞬即逝，儿子在努力备战一年后的奥运，而弟媳也即将迎来他期待的高考。就在两个孩子19岁的这一年，他脑瘫的女儿会考上清华大学。高考前一个月，弟媳开始造势，女儿每次回家都会被他拉到镜头前，讲述自己这些年养育脑瘫女儿的不容易。你们看看他，连路走都不好，这19年我受了不少罪啊。我闺女虽然是脑瘫，但能考清华，家人们你们等着好消息。镜头里的女孩比妈妈都要高，脸上没有高中生的青春洋溢，反而阴郁沉闷。看着这张脸，我想起了前一世的儿子，当时的他也是死气沉沉，跟着这样一个妈是不幸的。弟媳没有注意到女儿的不配合，还在镜头里大秀育儿经。清华彻底崩溃，我不想叫这个名字，清华清华。好多人笑话我，说我不自量力，我不想上高中，我学习很差，我考不上名校的，你死心吧。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要生我出来？我恨你。弟媳有一瞬间的慌乱，在直播间开始打骂其女儿，随即想到什么，切断了直播。三天后，弟媳又恢复了自信的样子，在直播间说道，孩子不听话，打一顿就好了，你们看看，又乖乖去上学了，小孩子就不能惯着。想起清华的精神状态，我的心里一沉。不过这一切和我无关，我不会因为同情介入他们的因果当中，他们一家的好坏我不会掺和。没多久，弟媳一家上了社会新闻，他们出名了，只不过不是弟媳期望的脑瘫女儿考清华的热点，她的女儿跳楼了，在高考的前一天从五楼的宿舍楼一跃而下，留下了一封遗书。遗书里是满满的对弟媳的控诉，字里行间极其痛苦，原来她早就患上抑郁症。清华曾经向父母求助过，但弟媳不在乎，小孩子抑郁什么，我看你就是闲的没钱去医院，别找事。没有人可以救救她，亲生母亲把她当成直播间敛财的工具，从小到大都逼着她上清华，最终清华也没有考上清华，弟媳的清华梦彻底碎了。她不相信，她抱着女儿的尸体痛哭，不可能的，我女儿今年能考上清华名校，市里的电视台报纸都争相报道，我连新闻的内容都会背，怎么可能考不上，她怎么可能死了，我不信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婆婆也在，她佝偻着背，看起来苍老很多，她揪着弟媳大骂，贱人，你说你那个傻子闺女能考清华都是骗人的，要不是为了帮你换孩子，我大儿子和儿媳妇也不会离婚。这一切都被围观群众拍下来发到了网上，弟媳被骂惨了，她不敢出门，家门口全是烂菜叶和臭鸡蛋，所有人都在骂他们夫妻两个猪狗不如。过了几天，弟媳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她又把目光放在了学校上面，孩子在学校出了事，打算讹钱，出于人道主义关怀，所在的高中赔偿了一笔钱。为了这笔钱的归属，前婆婆和弟媳两个争执起来，吵架过程中前婆婆一激动去厨房拿了水果刀，失手将弟媳捅死了。婆婆不想死不想偿命，竟然叫来了大儿子准备抛尸，而我那个愚孝的前夫竟然真的听话了。
深夜把弟媳的尸体埋到了郊外。半个月后，事情败露，婆婆被判处死刑，而前夫因为帮忙抛尸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。公公得知这件事后，突发心梗当场死亡。前夫的弟弟一个人养两个儿子，继续纸币卖惨。只是这次没人再买账了，他被骂得退出网络。一年后，儿子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奥运会。在这次奥运会中，儿子获得了2块金牌，并且2次都刷新了世界纪录。奥运结束，儿子送我大大的拥抱，妈妈，我们一起好好生活，过好每一天，感恩有你在我身边。这时，错换的人生归位，弥补了我和儿子所有的遗憾。踏平荆棘，未来一片坦途。婆婆拉住他，你疯了吗？那是个傻子。弟媳妇疯狂摇头，她指着襁褓说道：“这个儿子是你生的 ，Make You 里的脑瘫闺女才是我的。我闺女以后是要上清华的，你这个儿子是早死的命，不换了，我不要了。”弟媳仿佛中邪一般，她拉着婆婆重复说：“妈，你相信我，那个傻子能考清华，我要跟着享福。他那个早死的儿子比不上我闺女。”听到弟媳妇这么说，我就知道原来她也重生了。难怪她这次不再嫌弃女儿是脑瘫，连健康的孩子都不要了。她看到女儿考上清华被吹捧的风光，想跟着女儿一起享受这份荣光。可她哪里知道，清华可是全国最好的大学，哪是那么好上的？若是没有我这些年的托举，一个脑瘫孩子怎么可能创造奇迹？婆婆懵了，看着弟媳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婆婆怀疑她中邪了。可事情被捅破，她也没办法挽回。孙建业勉强说了几句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换我的儿子。看他软绵绵的语气，我翻了个白眼，一丘之貉。婆婆问：“别报警了，孩子都换回来了。你弟媳就是鬼迷心窍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大量点。”我没有松口，调换孩子的事实存在，我坚持报警。上一世，脑瘫女儿在 NICU 住了半个月，我每天以泪洗面，月子里留下不少毛病。反倒是弟媳妇，生完2天后就抱着健康的孩子，高兴的出院了。两个孩子从小一直被对比，我受到不少的讥讽和苦楚。这次我的路会顺畅平坦。2天后，我抱着儿子出了院，闺蜜帮忙联系了一个月子中心，位置在远郊区，十分安静。看着儿子安静的睡颜，我内心平静满足。我关闭了手机，整个月子都过得很舒心。儿子有24小时的月嫂贴心看护，我只需要恢复被生育摧残的身体就行。出了月子，我联系到了孙建业，和他谈离婚的事情。在我和孙建业的31厅里，住满了人，孩子的哭闹声，大人的呵斥声，弟媳一家3口出院就搬了进来，婆婆带孩子也住在这。我把儿子托付给闺蜜照顾，只身回了家。听说我要离婚，孙建业诧异极了：“离婚？老婆，这都是误会。你失联了一个月，我不和你计较，你怎么忍心让儿子刚出生就没有爸爸？我儿子不缺这个爸爸，你当那个脑瘫孩子的爸爸吧，我看你挺乐意当的。”弟媳的脸瞬间黑了，冷冷道：“玩笑不能乱开，那是我们夫妻的孩子。”哟，你还知道啊？我看我老公乐意帮忙调换孩子，还以为是他亲生的呢。我这样乱七八糟的指责，显然惹怒了孙建业一家。婆婆冲过来，恶狠狠道：“你想离婚？门都没有，我不同意。真要离，你就净身出户。净身出户，房子是我全款买的。其实孙建业工资并不低，但是谁让他愚孝妈宝，婚前所有的工资都被他妈哭一哭就骗走了，导致结婚前连彩礼都拿不出来。我们两个自由恋爱，我看中了他踏实上进，不在乎他没有婚房。和我结婚的时候，孙建业兜里一毛钱都没有，他哪来的大脸要房子？我懒得和渣男一家纠缠，你们一家现在应该想的是，蓄意调换孩子会被判几年，这个案子已经正式立案，你们都被带去谈话了吧。”赵静瑜，你好狠的心，如果留下案底，以后你儿子没办法考公，他会恨你的。弟媳试图让我退缩，考公，弟媳确实是会拿捏的，不过我不在乎，畏畏缩缩，为了孩子前途放过渣男一家，我会呕死的。我儿子的人生，以后会有很多种选择，哪怕爸爸做错事影响他，这也不是我的错，这个黑锅休想甩到我头上。孙建业，你调换儿子的时候就没想过他会不会恨你？傻叉，守着你的绿茶老妈过一辈子吧。婆婆脸色苍白，眼底黑眼圈很明显，她哆哆嗦嗦道：“你把我孙子藏哪了？”“那是我孙子。”我收拾好东西，指了指花盆后面，“孙子，你也配当奶奶？”婆婆转转眼睛，得意洋洋道：“你说我们故意调换孩子，证据呢？明明就是记错了，报错了。”弟媳也说道：“妈说的对，都是误会。你想告我们？没证据，没人相信你。”婆婆劝说道：“静宇呀，你都生了孩子了，和我儿子离婚也没人要你，别折腾了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”看着这家人的嘴脸，我指了指盆栽后面，忘了和你们说，我生完孩子住院那天，家里就安上了隐形摄像头，所以我坐月子的一个月，你们一家人是怎么住我的全款房，并且在我的房子里骂我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孙建业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点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什么摄像头？是啊，还要感谢你们，如何计划调换孩子的，监控视频里一清二楚，视频我已经发给警察了，这可是最有力的证据，你们逃不掉的。这一点还要感谢闺蜜，当我意识到重生以后，给闺蜜发信息时，让她抓紧买监控设备，在我产后出院，渣男一家无暇顾及时，闺蜜偷偷回到我家，安装了监控。也是因为有了监控，渣男一家的恶毒心思彻底暴露，也成为了证据。孙建业彻底崩溃，开始求情：老婆，咱们结婚这3年，我一直对你很好，求求你放过我们一家，我保证以后和你和儿子好好过。晚了，孙建业，当你默认你妈和你弟媳换孩子的那一刻，我们俩就完了。养育脑瘫孩子的艰辛，孙建业不可能不知道。他被所谓的亲情绑架，连亲生健康儿子都能舍弃，这样的人配做我孩子的父亲吗？公公婆婆一直偏心眼，心疼小儿子。孙建业被洗脑被压迫惯了，没觉得有问题，反而持续被原生家庭吸血。这样的火坑，谁爱跳谁跳。房子我已经联系了中介，最近就会卖掉，你抓紧把东西收拾好带走，不然我就全扔掉了。至于存款，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存款，你的工资有一半都被你妈骗走了，车是贷款买的，你开走吧，我不要。儿子跟我姓，以后不要联系了。我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，离婚冷静期是30天，别想拖着，我肯定要离婚的。婆婆绷不住了，躺在地上开始打滚，我不活了，儿媳妇要逼死我这个老婆子。门口的防盗门半开着，邻居探出头看热闹。颠倒黑白和卖惨，这一手婆婆玩得很溜，但抱歉，我不吃这套。弟媳妇狠狠盯着我：赵静宇，你别得意，我女儿以后能上清华，我们会过上好日子享福的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挥挥手笑道：是吗？那恭喜喽，祝你那个脑瘫的女儿早日考上清华。
20天后，我顺利卖了房子，对方是全款，我很快拿到了卖房的钱，只是离婚的事情不太顺利。孙建业拒绝离婚，理由是夫妻感情并未破裂，儿子还小，需要父亲。当我刚出月子，脑袋裹着发带，抱着儿子去民政局申请离婚时，工作人员都报以了同情的眼神。毕竟是多大的失望，才会让刚出月子的妈妈坚决离婚呢？罕见的，他们没有劝说我，而是痛快地帮我走完流程。其实我不需要同情，我的内心很坚定，离开孙建业，拜托奇葩的一家人，独自美丽。调换孩子的案件也有了进展，婆婆本来想一个人顶了罪，但是有监控的证据，弟媳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婆婆被判了2年，立即执行。弟媳因为又怀孕了，酌情判2缓2。法庭上，弟媳自信满满，妈你放心进去吧，咱们清华以后是要上清华的，你老了跟着孙女享福。我震惊，媳妇真的疯魔了，她不仅坚信这一世脑瘫女儿依旧能稳稳考上清华，还给孩子取了这样一个名字，清华呀，只相信这么强的名字，想必这个孩子少不了被人嘲笑。婆婆也一脸满足，等清华出息了，咱们一家就发达了。庭上的法官和书记员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，毕竟调换孩子和取名清华，正常人都理解不了。出了法院，孙建业追了出来，他满脸后悔，老婆，虽然你把我妈送进牢里，但我可以不计较，别离婚行吗？你拖不了多久，痛快点离了吧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孙建业，走到这一步是你自己活该，你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妈就是被你害的，养个脑瘫孩子怎么了？咱们赚钱多，条件好，以后还能再生。你为什么不乐意？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养孩子？那不是别人，是我弟的孩子，是我侄女。瞧瞧，孙建业被父母洗脑多年，习惯了承担起弟弟一家的重担，连替别人养孩子都如此轻描淡写，我反而成恶人。没有断奶的妈宝于孝男，根本不应该组建家庭，走入婚姻。孙建业又道，儿子虽然健康，但是早早就死了，弟弟一家的清华，别看是脑瘫，以后能考上清华大学，以后沾不上光，你别后悔。孙建业竟然也相信了这个说辞。那么我要看看，这次没有我殚精竭虑的悉心辅导，弟媳那个脑瘫女儿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，考上清华呢？半年后，我和孙建业领了离婚证，我切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。过了几年，我在视频网站上刷到了弟媳，她做起了直播，昵称是清华之母，带有争议的名字很快给她带来了热度。喝了几斤啊？敢叫这个名字，脑瘫的孩子以后上清华，这是什么冷笑话？真搞笑，谁家当妈的给孩子取名叫清华呀？还是个傻子？各种质疑的言论纷至沓来，甚至开始攻击起孩子的长相。弟媳不觉得困扰，反而沾沾自喜，有了热度和流量，她就能带货赚钱了。她在直播间信誓旦旦，我的女儿别看是脑瘫，但脑袋聪明着呢，能背几百首古诗。弟媳拍摄的视频里的孩子没办法正常走路，双腿明显缺乏力量，拖着腿一瘸一拐的走路。前一世在我坚持康复的情况下，孩子走路和常人相差不大，而弟媳沉溺于清华学子的美梦中，以为这是命中注定，根本不管脑瘫女儿的腿脚残疾。有好心人在评论区建议她带着孩子做腿部康复，她不屑一顾，以后长大就好了，我记得她腿脚没毛病。弟媳说的显然是前世的情况，她觉得一切都不会改变，所有的恶评都被她狠狠骂了回去。你们等着，我闺女19岁就能考上清华。小孩被她拉到镜头前背古诗，背不出来就会被狠狠抽打。死孩子，你可是上清华的天才，刚背的诗怎么忘了？你不背诗，哥哥姐姐们不会买东西。小孩眼中带着麻木和痛苦，死死地盯着弟媳。有些人看孩子挨打不忍心，就在橱窗买了东西。见状，弟媳眉开眼笑，则骂得更狠了。不过没多久，她的直播间就因为不良导向引导被封了号。尝到了直播甜头的弟媳怎么可能会担心？她换了一个平台继续直播，只是这次学聪明了，只是让孩子背诗，然后说一些正能量的言论，什么脑瘫女儿也会有春天，我不会放弃这个孩子。渐渐的，她拥有了一批死忠粉。但凡有人提出质疑，这些死忠粉娘家人就会出来反击。她这个母亲身份加持，仿佛一切行为都可以原谅。她有什么错？她就是一个可怜的母亲。为母则刚，她打骂这个脑瘫孩子也是一片慈母心肠。后来弟媳在直播间提起了往事，在镜头前面卖惨，颠倒是非，说我当时出轨坚持离婚，孙建业为了子净身出户。很快我的信息被人肉出来，铺天盖地的指责冲我而来，就连幼儿园的儿子都受到了影响。我找出了当年的监控视频和法院的判决书，也打开了直播，申请了和弟媳连线。她当然不敢连线，我不断在评论区留言，并且自己开了直播，讲述了当年的真相。我的思路清晰有逻辑，有理有据，舆论很快反转，被欺骗的网友战斗力十足，骂的弟媳心虚，关掉了评论区。我的儿子也被拿出来对比，6岁的儿子展现了惊人的运动天赋，被省体校的游泳教练看中，说他是天生泳池的王者，极具天赋。儿子活泼开朗，不再像上一世抑郁自卑，他的生活富足充实。而弟媳的清华女儿无法正常行走，只能坐轮椅，现在连背诗都磕磕巴巴。我不喜欢儿子被对照，每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，有自己的优点。儿子进步得很快，10岁时他斩获了省运会的50米自由泳冠军，12岁时儿子拿到了省运会的一金一银，因此顺利进入了省队训练。在游泳的这条路上，儿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我不断鼓励他，给他提供最有力的支持。虽然儿子生活在单亲家庭，但是我给了他完完整整的爱。儿子自信洋溢，缺少父爱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。儿子曾经过问父亲的事情，小时候我只告诉他父母离了婚，等他进入省队时，我告诉了他当年调换孩子的就是。儿子很早熟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懂事明事理。得知这些，他紧紧抱住我，谢谢妈妈，有你是我的幸运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长大以后孝顺你。儿子何尝不是我的福气呢？他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人格，是我的骄傲。14岁时，儿子通过筛选进入到了国家队，成为了国家游泳队的一员。进入国家队，师从了游泳名师，儿子的天赋愈发被挖掘，逐渐崭露头角。伴随着伤病和失败，这条竞技之路也充满了荆棘和坎坷。我鼓励儿子为了目标努力拼搏奋斗，是幸福又痛苦的事情。梅花香自苦寒，拼搏会有收获。前一世养育脑瘫女儿，我付出的努力要更多，其中的艰难困苦很难描述。但最终我也成功了，没有无可救药的孩子，哪怕是身体残疾的脑瘫，都能考上名校。
我相信儿子，他的天赋和努力一定会收获回报。果然，在儿子16岁时，代表国家参加了奥运会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游泳天才少年横空出世。儿子在奥运会中斩获了2枚金牌，成为了那个夏天最闪耀的星星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游泳名将。而上一世的这一年，儿子在一群小混混的混战中被刺死。同样的16岁，同样的少年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我的儿子收获了令世人瞩目的荣耀。奥运会的领奖台上，儿子喜极而泣，感谢妈妈，如果没有他这些年的辛苦养育，我不会成为奥运冠军，我爱你，妈妈。奥运的电视直播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，我坐在电视机前落泪，我再一次做到的，我的儿子成为了最优秀的自己。就这样，前夫一家一个人翻了出来。弟媳还在坚持直播，有人提起了奥运冠军儿子，弟媳满脸嫉妒，明明都该死了，算他命好。随后他满脸堆笑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运动员有什么好的，我女儿过几年能考上清华，脑瘫考清华多励志啊。直播间的人将信将疑，有人质疑时，弟媳大骂，不许你们咒他。等拿了录取通知书，我狠狠打脸这些黑子。闺蜜一直在留意这家人的情况，她告诉我，弟媳女儿的成绩很普通，并没有她在直播间吹嘘的那么高成绩。当时中考时没有考上高中，还是花了一大笔择校费，勉强读了高中，成绩一直是倒数的水平。清华毕竟是脑瘫，举止和正常孩子有区别，再加上弟媳在网上的造势，他们一家成了名人，学校里清华受到歧视，这个名字也时常被人嘲笑。清华想退学不念了，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，根本跟不上课程，很吃力。弟媳知道后狠狠打了他一顿，说还指望他考上清华这个名校，光宗耀祖。没办法，清华只能一瘸一拐继续上学。弟媳一边做着女儿上名校的美梦，一边暗戳戳贬低我的儿子，说运动员最没出息了，体育生不赚钱，没有高材生地位高。不赚钱？我摇摇头，儿子作为体育明星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很高的。现在儿子的名下已经有了两套全款房，都是他自己赚的钱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三年转瞬即逝，儿子在努力备战一年后的奥运，而弟媳也即将迎来他期待的高考。就在两个孩子19岁的这一年，他脑瘫的女儿会考上清华大学。高考前一个月，弟媳开始造势，女儿每次回家都会被他拉到镜头前，讲述自己这些年养育脑瘫女儿的不容易。你们看看他，连路走都不好，这19年我受了不少罪啊。我闺女虽然是脑瘫，但能考清华，家人们你们等的好消息。镜头里的女孩比妈妈都要高，脸上没有高中生的青春洋溢，反而阴郁沉闷。看着这张脸，我想起了前一世的儿子，当时的他也是死气沉沉，跟着这样一个妈是不幸的。弟媳没有注意到女儿的不配合，还在镜头里大秀育儿经。清华彻底崩溃，我不想叫这个名字，清华清华。好多人笑话我说我不自量力，我不想上高中，我学习很差，我考不上名校的，你死心吧。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要生我出来？我恨你。弟媳有一瞬间的慌乱，在直播间开始打骂其女儿，随即想到什么切断了直播。三天后，弟媳又恢复了自信的样子，在直播间说道，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，你们看看又乖乖去上学了，小孩子就不能惯着。想起清华的精神状态，我的心里一沉。不过这一切和我无关，我不会因为同情介入他们的因果当中，他们一家的好坏我不会掺和。没多久，弟媳一家上了社会新闻，他们出名了，只不过不是弟媳期望的脑瘫女儿考清华的热点，她的女儿跳楼了，在高考的前一天从5楼的宿舍楼一跃而下，留下了一封遗书。遗书里是满满的对弟媳的控诉，字里行间极其痛苦，原来她早就患上抑郁症。清华曾经向父母求助过，但弟媳不在乎小孩子抑郁什么，我看你就是闲的没钱去医院，别找事。没有人可以救救她，亲生母亲把她当成直播间敛财的工具，从小到大都逼着她上清华，最终清华也没有考上清华。弟媳的清华梦彻底碎了，她不相信，她抱着女儿的尸体痛哭，不可能的，我女儿今年能考上清华名校，市里的电视台报纸都争相报道，我连新闻的内容都会背，怎么可能考不上？她怎么可能死了？我不信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婆婆也在，她佝偻着背，看起来苍老很多，她就着弟媳大骂，贱人，你说你那个傻子闺女能考清华都是骗人的，要不是为了帮你换孩子，我大儿子和儿媳妇也不会离婚。这一切都被围观群众拍下来发到了网上，弟媳被骂惨了，她不敢出门，家门口全是烂菜叶和臭鸡蛋，所有人都在骂他们夫妻两个猪狗不如。过了几天，弟媳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她又把目光放在了学校上面，孩子在学校出了事，打算讹钱，出于人道主义关怀，所在的高中赔偿了一笔钱。为了这笔钱的归属，前婆婆和弟媳两个争执起来。吵架过程中，前婆婆一激动，去厨房拿了水果刀，失手将弟媳捅死了。婆婆不想死不想偿命，竟然叫来了大儿子准备抛尸。而我那个愚孝的前夫，竟然真的听话了，深夜把弟媳的尸体埋到了郊外。半个月后，事情败露，婆婆被判处死刑，而前夫因为帮忙抛尸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。公公得知这件事后，突发心梗当场死亡。前夫的弟弟一个人养两个儿子，继续纸币卖惨。只是这次没人再买账了，他被骂得退出网络。一年后，儿子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奥运会。在这次奥运会中，儿子获得了两块金牌，并且两次都刷新了世界纪录。奥运结束，儿子送我大大的拥抱，妈妈，我们一起好好生活，过好每一天，感恩有你在我身边。这一世错换的人生归位，弥补了我和儿子所有的遗憾。踏平荆棘，未来一片坦途。